车来了，对，进站。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台中火车站，准备去搭公车了。这里是台中火车站。准备等201公车。你打开车什么的？这里是田寮夜世界。OK 啊、然后左翼是在盖章。它很容易崩落。不，我喜欢西安那个港。这里是高速公路的尽头。绿道。这里是屏东的丰港，在后面那一条就是丰港大桥，我们准备走南回公路，然后去台东。它有没有在掉啊？这段是南回公路，那超不断在我们开凿山路的辛苦进入截弯取直段，南回公路的截弯取直，在400公尺处，也就是直接凿山洞然后过去。安硕隧道，这个隧道是安硕隧道，60啊，你看很小气哈，一两条都还可以通呢。隧道了，出隧道，再来就高架哦，很漂亮，在山谷里面，在山谷的高架桥。16号漂亮，有啊，然后下面的出口，那气温20度，在600公尺处，向前方的天台记。就是台东了。台东到了，前面万家灯火，就是台东市。
这里是台东的海端，海端乡。他就是陈大姐。这里是喜乐民宿。